比亚迪上日就大成交上升，突破了保利加通道顶部阻力，亦都令到顶部和中轴是同时间转为上移的，启示短期股价将会是易升难跌。突破了保利加通道顶部阻力代表股价就已经呈现超买，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超买是可以再超买的，并不是代表股价在正式掉头回落之前不可以再升的。咁今朝股价咧，确实喺个保利加通道顶部之上咧，系表现比较反复嘅，一度录得资金净主动卖出，咁就反映部分嘅投资者咧系选择食糊嘅，这个咧系正常现象嚟嘅。目前短期形势咧仍然系显著向好，即系话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都全部系利好。咁其实这个向好嘅局势咧，由上个星期一，即系11号嘅时候咧，就已经开始噶啦。咁即系话，即使今朝咧有部分嘅投资者选择食糊咧，都未有令到短期形势咧系转差噶。咁头先就提过个上日嘅成交量咧就显著增加，咁啊都睇埋个 OBV 啦。看看股价上升得来有没有成交量变动支持了。今早的股价就高见278元，就是突破了9月8号的高位277.4。但是目前 OBV 的现在下午回来，那个 OBV 的数值都突破了前高位了。因为刚才截至中午收市的时候， OBV 的数值就未突破前高位，即是同时间都是这个9月8号。看看拿個量度線出來，是9月8號當時的高位，當時的高位就644、983、995都寫了出來，抄了出來給大家看。那現在 OBV 的數值呢剛剛好就突破了這個9月8號的前高位的水平了，那即是說目前的升勢都有這個成交量變動支持的。那股價大不大機會破頂呢？這個呢相信大家都關心的了。我們轉看張周線圖了，咦，又是很多數字，都拉闊少少俾大家睇啊！咁轉睇張周線圖睇啲咩咧？目前中線形勢咧就啱啱係轉為係向好嘅，咁係咩意思咧？咁即係話 STC 咧今朝早咧就啱啱咧就發出咗呢個平淡倉信號啦，而 MACD 咧都發出咗雙牛買入信號啦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呢兩個指標要正式確認係利好的話咧，要等到今個星期收市的時候咧，先至可以確認噶嘛。咁收翻埋呢兩個技術分析指標啦，集中睇呢張圖啦。咁用呢個波浪理論咧去同大家分析啦。咁而家咧就好大機會咧就行緊呢一個括弧四中 C 中二浪嘅反彈。咁具體係點樣數咧？而家咧都同大家數一次啦。假設一月底見過的高位278.2是括弧三浪的頂，咁之後跌到去五月中的低位138.2是括弧四中 A 浪的底，而括弧四中 B 浪就可以被細分為低一級的 A、B、C 三個浪。咁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，喺 A、B、C 浪當中咧 ，C 浪咧多數咧都會同 A 浪咧係等長嘅。咁依此計算啦，括弧四中 B 中 C 浪，即係由七月底嘅低位196元開始嘅呢一段升幅咧，都畫鼠指咗出嚟呢一段嘅升幅咧，就會同由138.2升到上去六月底嘅高位240元，即係呢一個括弧四中 B 中 A 嘅升幅咧係相若嘅，再由196元加翻上去，咁答案咧就會係得出297.78，297.78，修正一次297.78。咁結果咧，股價係曾經當時咧就見過295元咧，大家都知啦，這個暫時係比亞迪嘅歷史高位啦。其實呢個295元都非常之接近頭先提過嘅量度升幅目標啦，297.78啦。咁由295開始運行嘅係括弧四中 C 浪，咁假設9月24號完結嗰個星期，即係見過嘅低位232.6嗰個咧，係括弧四中 C 中一浪嘅終點，而家咧就正係處於括弧四中 C 中二浪當中啦，即係四中 C 中一，括弧四中 C 中一之後就係括弧四中 C 中二啦。而家就行緊呢個過程啦。咁簡單嚟講就係點咧？就係成個括弧四中 C 浪嘅調整浪當中嘅第一個反彈浪，咁啊比較複雜少少啊。咁大家可以細心啲或者慢慢
慢慢再翻聽啊。咁簡單講多次啦，就係而家咧行緊呢一個浪咧，就係4中 C 浪調整浪當中嘅第一個反彈浪。根據波浪理論咧，二浪嘅終點咧係唔能夠超越一浪嘅起點嘅，即係295蚊。咁如果嚟緊嘅股價係升越咗295蚊，即使係只係超越一個價位咧，呢一個數浪方式咧都會被否定嘅。咁啊，到時咧就會同大家講另一個數浪方式啦。唔講住係點解咧？因為嗰個數浪方式咧，暫時成為事實嘅機會咧就冇咁大。咁數浪嘅時候咧，我哋永遠都係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啦。咁既然係咁啦，頭先就假設而家行緊一個4中 C 中二浪啊嘛，而二浪嘅終點係唔能夠超越一浪的起点，即是295嘛。咁而家系咪分段沽货比较常算呢？要记住啦，我哋入市买卖主要系睇时机，唔系睇价位。时机就取决于图表信号嘅变化啦。咁当股价去到295嘅时候，大家就要细心观察图表信号嘅变化啦，睇下有冇技术分析指标系转淡咗。有嘅话就开始分批沽货走位啦。咁应该睇啲咩图呢？中线投资嘅话，我哋用周线图去判断形势啦，而买卖决定就用张时段就比较短啲嘅图表啦，即系话日线图去判断呢个买卖啦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同时间咧系采取推高离场位嘅策略嘅方法咧，就有几个。咁啊，画面上而家可能有少少花啦，都逐個同大家睇啦。咁第一個係推高離場位嘅方法係點咧？就係睇呢一個擺喺嘅前高位，前高位咧即係9月23日錄得嘅高位251蚊啦。第二個方法就是沿著上升軌推高啦。咁雖然而家嘅上升軌咧，大概嘅位置咧都喺頭先啱啱提過嘅251差唔多啦，個附近嘅位置啦。但係勝在上升軌支持會隨住時間上移啊嘛。第三個推高止賺位嘅方法係點咧？只係適合比較進取咧，志在短線投機嘅朋友啫。點解咧？因為離場位咧同現價咧係比較近啊，咁可以睇住由295跌到去232.6啊，232.6即係9月21日錄得嘅低位啦嘅0.618倍量度升幅目標，頭先就寫唔切啦，而家都讀俾大家聽啦，係271.163，271.163，0.618倍呢個量度升幅目標講多次啦，271.163，咁0.618倍係神奇數字之中的黃金比率嚟噶嘛，有嘅關鍵相信咧都唔需要多講啦，因為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立即贊好、訂閱同埋 follow 我哋 ETnet 所有嘅平台，投資路上 ETnet 同你一齊並肩作戰。